我叫徐伟胜，今年29岁。那么呢，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男孩。其实我以前的话呢，是我不会唱闽南语歌曲。我唱闽南语歌曲就有潮州音，因为我本身是潮州人嘛。如果唱闽南语歌曲，可能会一块一块的感觉，他们听起来很不顺。就没关系啦，我再回去练习好了。就一直练，到现在还是不放弃。我在我人生里面绝对不可以少了唱歌音乐，这是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的东西。2014全球闽南语歌曲创作演唱大赛7月13号起，每逢星期天晚上10:30，佳乐台震撼登场。